喂，老板吗？我要订车。好啦，第一次尝试拍这么北蓝的片，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喜欢哦。那前几天有一个观众问我说：“哎、欸，大头，越野车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是必装的吗？脚踏还是排气管？”我告诉你，骑越野车必装的东西 ，B。你骑越野车一定要装逼啊，对不对？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小铃铛通通给它按下去。我是大头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啦，拜。